打那只啊，全倒。上不去，十二杀，十二杀，杰克十二杀。啊！下不去。我有那只哦。你们跑去哪了啦？哦，我在这里哦。哦，等一下，我被抓来找谁？可恶！等一下，等一下，卡住了。啊！哎哎哎哎哎！哎，我好可怜哦！哇哇哇！这怎么这么可怜、啊？哇、哎哦，飞了！哦哦，有东西，有东西！哎呦！出去、哎！哇！十五杀！太扯了！太扯了！太扯了！不跟他玩了！分数，分数，分数啊！哎、欸，我画面宕掉了，卡住了，卡住了，卡住了！卡住了，卡住了！故宫。而且一直有那个水声哎、欸，那是我的触手技能吧？那是我的触手啊！哈哈哈哈哈！十五杀，对呀，杀死环线伤害也夸张哎，我超惨的啊，惨兮兮。Random， 随机随机随机。Random，Random，Random，卡住了，哈。你是不是刚刚开了什么城市？一定是开什么东西？哦，是不是开锁头？抓到了！难怪你今天一直赢。什么锁？你是不是开了什么360度的啊？哦、分对置。360度。哎、欸，可是这样会有一个人那个、欸、有电脑，有 NPC 吗？有低能、嗯？不是，他不是会可以用 NPC 吗？对啊，我想一下怎么 NPC 吗、嗯？哦，有对。不对，那是我哎、欸。哈基修兔，哈哈，哈基修兔，为什么第二个、啊？你要从一个玩两个。另外一个我，应该是可以调吧、啊？我记得。我记得。要断了。你要哈、哦？我要怎么调？啊、那这样 C 可以进吧？我整个跳出去外面了。叫房号多少、啊？在哪看、啊？57143。有啦、嗯，我加了一个电脑了。嗯嗯，有哈基回来了，回来了，手在抖了，手抖了，兴奋的战斗，兴奋战斗。哇，这电脑可以调 easy 还是 middle 还是 hard？ 嗯，easy， 玩这样不公平哦。那就中间哦。还是 hard， 我记得 hard 很恐怖哎。random， 他有 random 吗？没有啊，就三个难度啊。我说角色，角色一定是 random 吧？嗯，对啊。先密random， 等一下，陨月小雨。嗯，哦，我还没按。不知道选哪只角色。啊、对，我按机呀，嗯，不知道选哪一个呢。这个角色好难选哦。我那你选谁好呢？哇，是石头人啊！自己感觉好像很强、欸，是干嘛的？分队模式，分队模式，有人是打架吧？我断了、欸，对啊，有人断线了。我记得好像可以连回来，是不是？可以连，可以连。Reconnect。Join again、欸、等一下会打自己人啊、欸、等一下有同队伤害了有同队伤害啦我被打下来了啦我被杰克打下来了好样哎呦我刚刚打的就怪怪的哎、欸欸、死掉之后角色会变欸哦好酷哦随机角色哦、嗯、角色哦这样好棒随机选六只之类的吗怎么看队友啊颜色，颜色，颜色，我们是，我们是偏蓝色系的。换角了，换助手。对对对对，小雨，我们是同队的，不要打我。哦，下面那一排是同队的，是。哎呦！啊，飞出去了！小雨的颜色刚好介于中间、欸，真的。
小雨是蓝队的啦，小雨是蓝队的。哦，他就是卡在冷色系跟暖色系中间的颜色。两个颜色加起来就是他的颜色。对吧？我被打飞了。啊，打到自己人。哎，我灰灰要换角色。等等，找不到了，我走了。等一下，我跟角色一组，反正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啦。等一下，打飞了。你先来一条一下角色头像，可以自己有名词这样子。哎呦！啊啊！哇，这锤找我！等一下，对不起。自己这个锤啊，白痴啊！不是你们卡在一起哈、哦！啊！死了！哈哈哈！白死了！死了！快丢飞了！我们到底哪一队？啊！飞出去！这锤找恶心哦！这颜色，这颜色导致后面跟我不知道谁是谁了。对啊，等一下飞了，队友。哈哈，小雨，等一下，我被耍飞了。啊，我打到 CPU 了，打到 CPU。贾飞，哇塞！啊，我把电脑打飞了。电脑还好吗？一下打。电脑还好吗？我玩个游戏 ，CPU 坏了。错人了，打错人了。每次跟他们同队都会被他打死，我真的有够气啊！哇，他一个人活下来，队友都死光了。我觉得等一下要把我跟喵哈分在不同队。气死我！我只捡个武器而已，而且我念了你三次名字。啊！那个紫色少女是红还是蓝？蓝蓝的，他是蓝队的。假如说第三方势力。哇、啊哦，小雨猛哦！那只真的好恶心哦！啊！啊，我又打到电脑了！你又把电脑打爆了！太难了啦！为什么有同队伤害啊？两秒还在休息吗？我安打你哦！你干嘛啦？你出去啦！我才不要！我要走了！团团过来！团团血最多、哦！过来！那不是血吧？过来啊！无语啦！然后团团命最多，因为他就打队友啊。再见了！啊！熊熊红、啊，哎、欸，团团剩你了、欸，打那个红的就对了，打那个红的就对了，打那个红的，哎呦！啊！爆团团，出去！气死我了！出去！你太气了吧你！气被丢到，可恶！下来就下去了，下去了。堵他，堵他，堵他！没有认真。花木兰来了。出去！哇哇哇！不给上来！哇哇！哇塞！哇塞！我球丢到哎，好扯哦！哎、欸，自己人，白的，误杀了啦！加油！加油！哎、欸，没了，没了，没了！一加油！哎、欸，这只角色好 Q， 要打一，干嘛干嘛？等一下我们，哎、欸，不要接近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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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要接近啊！你们两个先打，你快接近他，他们互打。哦，你是甩太华丽了吧！我你那个音效好可爱、啊，好可爱哦。Four, three, 应该算蓝队赢吧，蓝队赢啊！耶、啊！哦，哎，卡住了，大家赌去吧，又卡住了。耶、yeah! ！还得换角色，换到我现在不知道我是哪一只。我也真的，一直换，一直换。右上角，扳手打开来。我知道他可以、不是啊，问题是可以开 ID， 但是我还是会一直看错，对啊，开你自己就好了、啊。可是找不到人啊。可是你把其他人弄掉，感觉你啊弯错了，看起来画面有点诡异。不然这你知道你在哪里啊？嗯 ，random。Random， 对，一样吗？哦，底下是你的角色啦，底下五只。哦，他会多血。因为你的鼻子好大。我在那里啊，我是林家。你的鼻子超尖的。哎、欸，中央好可爱。
2 1 对，同队伤害等下可以调掉啊！哎、欸，小雨的颜色真的很作弊耶、欸！看大家突然注意一点哦！哎喂喂，我为什么大家颜色没有换啊？我应该换一下了。他没办法换，站位吧？就是低级的那个颜色固定的。等一下来换一下。等一下，白痴，谁是队友，谁是敌人，我都看不出来啊！你在楼顶呢？啊，哥哥你在楼顶，我看你在动哎、欸。好、啊，电脑在控制吧。你被 CPU 控制了。等一下那个 CPU 的颜色也很奇怪啊。哈哈，看到了。重开。卡住，跳不上啊。三。再一次，哇！被谁的枪打、啊？好坏！不是枪，那是那个，这是什么？什么球？流星锤吗？什么？不是，我刚刚不是被那弄到啊！又被弄飞了。我走了。那小雨，冷静。小雨，冷静。我看到小雨把繁星打飞了，敌错人了啦。哪里？哦，回来了，小雨。啊，我怎么少一条命啊？小雨，冷静。小雨吗？不好意思。那个 CPU 的颜色一点都不红啊。哎、欸，我在哪？哦，在这里。好。啊，等一下啦，我在看我在哪。啊，拍谁？啊，对啦。我不知道，好帅哦！哇，你怎么大象啊？大象。哇，大象啊！又被撞大象。哦呦！为什么你在转头敲啊？哎，小心看！有没有看？看什么？大象！你们怎么全部挤在一起？检举他啦！他想开台漏大象啊！看大象啊！这个人！看！哎，看！看队友！看队友！大象！看大象！哎，不要不要！又是我！怎么又打我？啊！还是你要看鸟？靠鸟！我觉得杰克这句话很妙。你看鸟，你看这边有一只鸟啊，冰冻的哎、欸。哦，好哦。你是说蓝鸟吗？他一定坚持过后都怪怪的。没有。出去啦！再见。哇哦！哇，这个妖魔！哎、欸，这一轮的白痴哦、喔！抱歉。啊！好，哎、欸，那个 CPU 是绿色的吧？骗人哦！哇，竟然是这只！哎呦喂、哎、呀！哎，你谁啊？拍谁？绿色是谁啊？哇哇，还会爆冲哎、欸！小雨，等一下，那个粉红色是谁啊？叫讨厌了。因为我故意的、啊，我一直在你们旁边游走，让你一直打到他。大家，我打错人了。哎呀，队友都不给人玩的，都在打队友。啊，对不起。我刚刚看到的画面了。抓到了。可恶。呜。呜。好，再你下线，谁谁谁。哎、欸，乱丢武器啊！等一下，我不知道，其实我不知道 C， 哎、欸，卡住了，刚卡点。啊哦！哎呦，我打到啊！小雨，拍谁？还是没出去。啊！被砸了。哎、欸，我看喵他丢的，喵他丢的，我看到了，他喵丢到你了。哎，哎呦，哎呦。喂，很痛！没有在边边的，啊呼！啊呼！哎呦哎呦哎呦！啊！抓！又是抓抓！真瞄他了！哎，没有哎，没有哎，没有哎！抓抓！啊，拍谁呀？
嘿，我回来啦！拜拜，我还在，我还在，我还活着。换一下对吧？好。我们可以自己换颜色吗？不行，要出去吧？要出去。好像我这边可以调哎、欸。哎、欸，对我可以调。那我们就全部出去啊，然后一二三进来，对吧、啊？好啊、哦。所以一个人不动吗？一二三一起按是不是？就一个人不要动啊。嗯、所以是多少？就队长不能动，就房主不要动，我不能动了。然后这样的话，电脑换蓝吧。我随时都可以换啊。电脑先不用放啊，大家最后再调就好了、嗯。啊，我不知道怎么拿掉。这样你会开始、啊，你会开始。没有啊，这样就好了。不是防耗多少，你们不用全部退出，你们直接观察者模式就好了。对啊，观察者就好了。我不知道怎么把 Roba 关掉哎、欸。繁星还在退出一次，你还在里面。你再按一次 B， 哎、有了，现在这样就好了。请问繁号啊？啊？其实你。